切地对待自己。当你学完中医以后，你因为中医科学了，中医一天天我们老师中医特色，我看这话不能谈了，不叫特色，中医它是一门深化的博大精深的很有说服力的临床也有效的，这是一门科学。因此分子生物学那就给看了中医，我五天那个发言大家听着，中医学是人类的文明一大捷径，那么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废物。中医学实际上呢早已使用现代的科学哲理的两把剑，我五前会讲就是三把剑，这不是我们老中医自己所谈的，那就是有这个两把剑什么呢，那么就是宏观的平衡和模糊的逻辑。中医倒是有模糊的，从六界藏象论来讲，那就叫恍惚之术，其毫厘，毫厘之术，其度量。恍惚本身就是模糊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现代医学，它模糊不？我说从现代分子生物学看到，它也是模糊的，也是不清楚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在座都是跑临床的，拿着血常规来看，红细胞也好，白细胞也好，血小板也好，分液也好，杆状也好，淋巴球也好，我说是模糊，不是可靠的。最近有人发表一篇文章，人体的生理这常规一天那就叫两个小时一变动，你想不变动也是不可能的。因此我说西学某些地方它也是模糊的，是吧？在这儿来看呢，所以他认识到中医还利用了第三把剑，这第三把剑就是雅微法，是吧？大家看看，就是雅宏观的调节，雅宏观调节。实体人体24小时都在有12次的调节，你想违背这规律是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。他们啊，分子生物学认为中医是三剑七挥，舞动了三把剑，那么来干什么呢？主要是对付疾病的功力更会更大。但是到中间里头说一句，但是由于传统中医理论是封闭性和较少的正统性，所以造成于现代科学也包括西医的缺少一个共同语言，就这么把它翻过来。所以我们有许多的中医呢不相信中医它是一门科学，是吧？那么这是中医学吧受到最大的挑战，因此它是未来的中医学有可能逐步的借鉴现代科学。在这来看，我想多说一句，我想多说一句啊，这个不得劲儿，这个现代化又看这个行不行，不完全现代化。在这来看呢，有的说中医现代化
我想多查两句。我说中医现代科学现代化，古代有没有？我说每个朝代它都有它的现代化，都有它的科学现代化。为什么？从春秋战国来讲，它的社会经济、它的工业、它的科学都是发达，如果没有发达，中医的《黄帝内经》如何产生的？一部《黄帝内经》保存了13门科学，21部文献组成的。因此，那时候没有那个当时的科学现代化，《黄帝内经》不可能产生。因此，我的意见，中医现代化，西医也有现代化，物理学也有现代化，天文也有现代化，不单纯是中医的，对吧？单纯说是中医现代化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所以中医会借鉴现代科学的，是吧？因为啥？古人都是借鉴那个时候现代化。王冰解释内经有两句话，他叫做消息一同求之物理，中医是讲物理学的。那么它不是依靠什么，不是依靠，也不是被验证。那么一切有用知识，中医会来用它武装自己的，是吧？那么更好的使用三把剑，更显著的提高防治疾病、促进健康水平。此外，中医学中的特殊的领域，那么举气功、针灸、经络和传统药物等等，它的内容丰富多彩，不少现象用现代科学知识不能够解释，它解释不了。为什么？科学手段不够。那么使这些领域未来的医学有很多探讨和研究机会，并可能成为人类潜在的能力开发的一个先河。这是分子生物学看到的中医的创新点，也可以说我们的切入点。中医要不科学，我想从《分子生物学》这本书上不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的。这本书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出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没讲课以前，我想把这段文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对中医学术的发展，它的前途是什么，应该在座的同道们深思，也应当考虑这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天呢看着中医，邓老今天午前语重心长的，就怕中医丢，我看呢，怕也不行，不丢也在丢，逐渐的丢，丢完了再往回捡，对吧？当你往回捡的时候，我觉得你
够后悔的。所以我们医院有一个儿科大夫，也是我学生，跟我说：“严老师，我怎么样？现在我后悔。”我说：“你后悔啥？中医我刚要懂，我退休了，来不及了，对吧？”因此我们这帮老头感觉，要想懂中医，60岁以后通过临床实践看到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像我们和邓老、严老迈进门槛来了，可以到岁数了，来不及，是吧？来不及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谈谈，首先谈这个问题，要正确对待自己。因为你学了中医，你就应该热爱中医，正确的运用中医理论、病症、理法、方药，是为人民群众是解除痛苦。所以我要就把这段文字提供给大家，做参考。我下边来就紧接着谈一谈，中风。中风，我先讲一下，我是搞72小时以内发病，我是先搞的脑缺血性中风，由6575摸到的出血性中风。那么也可能呢，这个问题，中医能治脑出血吗？能做抢救吗？我就想翻过来问一下同志们，西医它能吗？你们可能说能，那有脱水剂，还有一把刀，还有一个钻颅器，是不是？一把刀也好，脱水剂也好，脱水剂是两个配对的，中医就讲配对，就讲阴阳，一个甘露醇，一个甘油，都脱水的。一把刀目的，我把血肿给你清出去了，您耐好不好？完成任务，保住生命。钻颅器钻个眼儿，浅的行，深的也不行。把血肿给你抽出来，缓解一下，那我就不管你。所以我觉得同道嘛，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疗脑出血、急性期？我们呢，我的学生呢也有画上问号，说严老那玩意不好使，他不好使，在临床看看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搞了4个5年计划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清楚。那我就问我，我说我搞了1637例，有没有医疗事故呢？没有。有没有告状呢？没有。现在有没有告状呢？我看多了，对不对？我搞了20年，没有一例来给我告我老人头，他有死的，也有活的，对不对？中风病是我们临床常见多发，非传染四病之一。他的临床病象，从你们在学校讲了，是多半都是突然发病的。但也有缓慢而病的，突然发病，它主要是口舌歪斜。你们在教科书是口眼歪斜，我们经过108个单位总结出来，
没看到口腔歪斜，都看到口舌歪斜，你们今后再出临床再看看，眼睛歪吗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，舌头一歪，这是我们诊断中风的一个定点。只要在临床上看到这舌头歪，你做 CT 没问题。一个是中风，第二是瘤子，对不对？第三一个呢，也可能是颈病之一，但是它给我们是一个信号，是给我们一个诊断准确的一个信号。我以为我把临床没观察出来，我不会讲，一定要注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半身不遂，不管出血的还是缺血的，它都是逐渐出现的，不是说马上我倒这儿了我就是半身不遂，但是也有那极个别的，是吧？极个别。随着来看吧，然后这随着而来的那就是语言上牵涉，说话不清楚，逐渐出现偏食麻木，麻木最多见的是丘脑，丘脑出血也好，缺血也好，都是麻木。那这个问题也很容易留后遗症，但是它不影响运动功能。那么这样看呢，这是他的主症，我们一定要抓住他的临床病象而不是表象。中医讲象学的，讲病象，再就叫有诸内成诸于外。第二问题，从这个病的病位在什么地方？这不是现代饮食的，张宝龙的内农秘旨，张三雷的中风脚拳，还有孟旭元的中风论，还有张富的中风论，都应是这个问题。因此他的病之本是在脑袋，而病之标在脏腑里。为什么这个病五前邓老讲虚损？因为脑髓发生了虚损的病变，这是他病程之因。五脏六腑功能失调，使他上下不接，经络受阻，阳气不顺，气血逆乱，这是他发病之根。因此他的病位是在脑，而不是在五脏六腑，一定要清楚。从他病性来讲，它是个极为重险的这样一个病性。为什么？从临床观察上来看，轻者它也是逐渐有变化的，重者变化更多，合并症也多，因此我说它是病险。这个病从流行季节上来看，过去我的观点
在教学期间，我说村东未足，下丘者少，那现在我改了，我的认为这个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，尤其是近二年来，我因为夏季的这个冬季倒少了，为什么？夏季人体是外盛内衰，阳气在表，气血在积凑，充实了人体的经络，但是经络为主的以这禅络为多，谁讲的？瑜伽言，一门法律讲，禅弱者判也，这也瑜伽言讲。翻过来讲，禅弱，精者主气，弱者主血，这是内经上的定义。翻过来讲，用现在语言来讲，我认为它就是末梢的四肢的和头脑里头的休克判。除了缠络病变而外，还有毛脉，还有血络，还有解络，还有横络，还有斜络，还有余络。同道们，中医不需要继承吗？丢了多少，是吧？我看应该清楚的。所以我在这个流行季节的时候，主要是禅罗，用现代语言来讲扩张了，充盈了。那反过来讲，充盈就有压力，对。所以我讲这个问题吧，中医的科学怎么来赋予它的心意，是怎么搞的？因此脑中风在治疗起来看，我因为中医前途是广阔的，如果以中医学术是伟大的，是深不可测的。下面来我就想讲一讲他的病因病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。我这是三谈病因病机，那么可能在座同志们，你一谈在哪里呢？我一谈在玄壶漫录里，我出了一本书，北京科技出版社出来的，这是一谈。一谈病因病机大致你也没离开古代的文献。二谈的病因病机是我搞了一部中国名老中医经验集萃，通过我的临床观察，二十几年的看疗效观察和临床体会，再结合北中医的
黄奇甫教授搞的动物模型，所以我做了一下总结。我看到一些问题，总结一些问题，所以有必要三谈中风病病机。但这个病机，你个人认为怎么样？我认为还不满意，还需要在座的同道们，你们还需要添砖加瓦的，还需要订正的，也可能我这是错误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头提出新的问题，提出新问题。您说我叫三谈这中风病机，我觉得我这个谈法是有真实性的，有它实践性的。为什么？我是经过了大量的病例，这1637例都是我亲自观察，不包括108例。如果包括108家，我们是12000例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自己搞的。那么我写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写了多写了一点点数字出血呢？我还有100多例没往走，没时间去种了，我也写没必要种，对吧？第一个问题吧，从病因上来讲，我的看到的最主要的是一个情志失调。情志发生变化，它有一个轴，情志发生变化必须通过这三个轴，三个轴的核心是这个欲，我想要得到的我没得到，是吧？我想要拿的我没拿到，我想要干的没拿到，这个欲的改变。你比如说我要发财，我看我罗局长发财发得挺好的，我这还没发财，我就想发财，或者我就想夺他，这就产生欲的改变，欲的改变引起性的改变，是吧？性的改变才引起了情志的改变。谁说中医不科学？你回去研究研究。所以我要看个古人这些东西来看，我想想我们中医谁说没丢，没有必要继承吗？对，所以情绪上的性欲上情志上的改变呢，患中风病人主要是一个喜一个动，这是中风发病的一个核心。怒啊是个阴气，它是主避财的，这也不是我说的，请你看看张景耀的七情考，对不对？过怒啊，你们一说一过怒就伤肝，怒是肝之志，伤肝就得肝风内动，这个不一定。什么是风？
自然界的风是天气下降，就是清气下降，浊气相升上升，清浊相激产生动荡，这是外来之风，自然之风。人体内在之风，气不顺就为风，谁来讲的？这就叫清代一个是《本草通考》论无药谈的很清，气不顺就是风，不一定都是肝脏，五脏都可以产生风，不顺呢？这是呀、啊，过喜呀、啊，喜是心志，喜在气缓，那就是、啊、能使人体的气化功能减慢，是吧？那就容易出问题的，我要大家来琢磨，对不对？但容易理解这问题。心有心风，肝有肝风，肺有肺风，脾有脾风，肾有肾风，谁说的？看看《素问·风论》，一看就是，对不对？风论。所以啊，由于二的病因呢、啊，引起机体的，首先是气血逆烂。气血逆烂，也不是我阴虚方面，于家言也谈，叶天士也谈，香烟镜他还谈，对不对？从那个普济方他也谈，是吧？因为这个阴逆才生变呢，是不是？阴变才危害呀、啊？为啥危害呢？人的气血一变，它就产生一个东西。听到吗？凡在生物学产生自由基，也有氧自由基。他说自由基，我们说毒，不一样吗？不是都是对人体有害的吗？这说法不一样，大家考虑上哪找去？请你看看一一变通，你们可能看不到这书，也不存这书。日本有一个日本那个汉医精华，英美出版社出的，他都记录下年次。下在害脏腑，上在害脑髓呀、啊。所以我这个稍点语音提的第二个就是饮食，饮食以什么为主？我认为是饮以酒为主。为什么？酒是五谷的精英，但是它有两从性，两从性是什么？叫止寒性热，有寒的一面作用，也有热的一面作用，但是它是有大毒的。从一小利超来讲，酒是先肾于胃，然后入胆的，所以在胃里吸收，
并不是西医说出来的。太多了，我再把人喝完酒了，往那个小钟一推，这人不会动的太多了，再把嘴歪歪了，他也多了，再说话不清躺下拉的也不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喝酒这是一个最大的要害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睾量后位，高就是脂肪，这个从《说文解字》来讲谈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你高了后吃肥肉，有人说吃肥肉危险，我最近看材料，吃肥肉不危险，吃瘦肉危险。为什么？就从现代语言来讲，瘦肉是低密度脂蛋白，肥肉是高密度脂蛋白。低密度脂蛋白容易撑着，高密度脂蛋白能用把它带出去。所以我说你呀、啊，你也别吵吵吃瘦的，你也别吵吵吃肥的。我的看法，乐吃啥就吃啥，你想吃你就吃。为什么？那就要机体缺了，发出来的信号给你的信息，你就要需要拿它才能供应机体上的需要，否则控制它你是要发病的。我的观点就是这个观点，行吧？你不要都听是吧？说毒剂就伤血呀，是吧？这样是喝酒来的，是吧？血味逆烂，气也随着逆烂，是吧？这样一个情况。第三个原因，消渴病。有人说，消渴病就是糖尿病，太武断了。像糖尿病只能说明是你消渴病之一。谁认识到消渴病可以发生中风呢？这是明朝戴元礼政治秘传看的，中医发现的少吗？你西医不是也现在认为是糖尿病是发生脑血管病之一吗？中医不伟大吗？不科学吗？不应当我们反思吗？对，再一个呢，那就是风头穴。当前同道们，由于你们学讲义受了限制，高血压就是玄月。我认为师者的伤脚的，当然了，朱丹溪在他活道心法里是吧，玄运者中逢之见也、是有这句话，但是从生气总路来看，冯德玄应该是高血压病。为什么？高血压病就是气血的问题，降压是被动的，所以你治不好。大家插一句，孙中山次长昨天唠，河南有一个高血压医院，人就用中医，
内治外治双管齐下，疗效很好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治疗你高血压是个现象，人家降压你也降压，对吗？怎么认识？不应该，我们很好，深思的嘛，是吧？那么由于上述的原因造成机体的气血受伤而耳声逆变了，但是啊，目前来说也有药源性的，药源性的我认为不在少数。我就不知道在座的同道们看没看着药源性疾病的诊断与防治，药源性的急症与防治出来已经四本了。我们坐那还打青霉素呢，天天吃青霉素。青霉素可以引起青霉素的脑病，可以引起肾脏的损害，也可以引起你肝脏的损害。药源性疾病已经把它落跌到第一位，第一位。有的同道说我现在不使青霉素，我使环丙杀星，这个杀星那杀星，那是杀星也好环丙杀星也好，那就是青霉素毒，化学结构变了，是不是？化学结构就是八卦的符号，回去对对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因为上述的原因作用下，人体不断的发出了答应，也可以叫反应。逆来于上就是脑，逆来于下那就是脏腑经络，是不是？脑是什么呢？脑是个神脏，对吧？脑是个神脏，它是一身之统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一身之统，它是通过经络气血五行的介质，是上下相照的。什么是上下相照？是互相为用，是吧？互相引导，叫做上下相照，这是生理之常啊，对不对？要憋在下边了，下在气血失和，耳声逆变，脑髓受了。为什么？它是通过经络气血的，通过经络气血，它有通道。在座的同道们，你们中医大学毕业也好，中医学院毕业也好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，道就是规律，是这么学的吧？我说你学错了，是有一个规律。中医用道，一部《黄帝内经》130处。中医道有气道，有血道，有君道，有液道。上液道、下液道还有水道，
哪儿找去？林叔叔问。道是通道，气血上的通道，水晶的通道，军上的通道，懂道吗？现代医学提出钙通道、阴离子的通道，你都接受？中医说这个道你就不接受，是不是？你西医说钙离子的通道有开关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中医说的道有开合不行啊，开合和开关有啥用？有啥出路？你们玩不玩呗？他说道科学，中医说道就不科学，岂有此理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大家应该考虑，应该考虑。那么第二点呢，首先伤于脑，是吧？首先伤于脑。所以再来看吧，因地之变，因变之损，有损才治病啊。你猜脑袋脑髓啊才有治病的，是不是？那谁猜？所以脑生病啊，其病机有两个，哪两个？一个脑袋有气街，人身上有四街。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在中医大学学没学？讲基础老师要不跟你学这个丢弃太可惜了。身上有气街四个。头有气节，胸有气节，腹有气节，四肢还有气节。气节什么？它是气化功能交换的一个场。也可以它说一个气化功能的一个通道。道也好，肠啊肠也好，气机发生病变了，气机的功能就要受阻啊，是不是这样道理？气机受阻，气化欲行而不达，引起气不顺就是风啊，是不是？风要动就是热，热极它就有火呀，是脑髓自己生的。为什么？温是液之始，热是火之间，火是液之极。久而不解的情况下，那把风液伤及脑髓的大经小络还在孙络，这是气街先发生病变的。第二个病变是血海，不要把血海都看成是妇女的子宫，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。因此我说你中医丢的多，你需要继承，需要挖掘。那么血海里有什么呢？有血脉，有缠络，有解络，有横络，也有邪络，交横总错的。形成了一个毛脉也好，缠络也好，它受伤了。
那么穴道的循环它就障碍，是不是？清代呢，血是气虚，是吧？血谓之凝，凝着呢就淤血，血淤呢它就要生痰呢。为什么呢？血，物理小食王肯堂讲着，血者水也，血者养料也，对。因此血一凝，血中有形成分，水呀、津液，它就要往出移，流动的就是水，清晰的就是银，稠浊的就是痰。一句话，就是淤血的病理产物。有淤血有痰，鼻炎有毒。大家请看《医林神末》第三卷，论气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血积流，胃聚胃肿，胃毒。”就叫《医林神末》第三卷。开头就是明朝方谷子问，是吧？休息一下呀，休息一下也行啊。那咱就休息十分钟，好不？你坐好，我还继续跟大家讲。从这来看吧，轻的呢，就成形成一个缺血性的中风了，是不是？脑络淤塞了，损伤脑的神经，神经要受伤，它的功能要受损的。那么神经受伤，首先就是呀，神经呢，神经失智而生缺血性中风。同道们，你这老人头说神经不是西医的吗？对吧？请你看《伤寒论》条辨方有指的《本草抄》。论桂枝情事，他讲用经之权，神经之妙也。中医提出神经要早于西医，大家回去翻翻英医的核心书，张山雷做的解释，他没有神经，看吧。所以说神经就是西医的，所以啊，邓老说我们是泡沫中医，我认为是千真万确的。我给他添一句话，我们培养的同道们，中医的身子，西医的头，因此他是泡沫人。在这来看吧，要发生缺血中风，严重的脑气不能输血。脑气谁说的？大家看看《素问·刺法论》，你就知道了，我是有来源的。大伙说《素问·刺法论》不是王冰的吗？王冰的也好，春秋战国的文字也好，它毕竟是中医的。
那么内丰啊统领的热血火毒串联脑络血脉毛脉的魔源，魔源是在哪儿来的？魔源是举通论、素问举通论和要论，因此吴有可做文艺论的时候，他讲谈的横连魔源。后世刘熙解释了魔源是摩罗一体，全身都有，魔源的内涵既有经又有罗，既有血也有气，现在不讲生物膜，你讲生物膜，我们讲膜源就不行吗？所以马孟英搞宣学的奢论，膜源者内通脏腑，外连肌肉，膜源考他谈的尾气幽行之所就是魔源作用，我认为他就是生魔，魔是指魔吗？对不对？大家来考虑中医是不是科学。那么脉络啊之内受风热外骨之力磨破罗列，血不能啊，血脉不能输血，它脑气呢就不能固血，气血就得外移。血外移，大家我还说一句，同道们，血流到脉外多大一块就是多大一块，就包括你血脉破了多长时多大一块那就是哪块。有的人说能不能再出，哪出啊？往前出是压，往上样出还有压，往下出还有压，它就局限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有了淤血了，血液就要积流，是吧？它胃积胃聚胃瘀呢，胃肿形成个血肿，这是中医的。我不是说你不让你看医林神么吗？你会去看吗？那么血里头的血瘀水经外渗，叫化水生痰，毒在里生，毒害脑髓，脑髓呀，元神就受伤。脑髓里头有多精之体，脑髓多精的体，性理大强讲的，他并不是我讲的，是吧？首先这精的体受伤，元神就受损，是吧？那么神机就受损了，
神经的集合，发生了病变。在座同道说，集合不西医的吗？说建议大家回去看看素问，五行大论，你去查去吧。各个地方都有集合，物物都有集合，植物、动物都有集合。中医的学术不需要挖掘吗？神经集合发生病变了，堵塞神明，清在那肌鞘失灵了，神机不流贯，神经不能传导，重的呢，血瘀穷实，我看完了，血穷实就是脑实，谈得清清楚楚的，说法不一样。脑髓呢，精之体受伤了，元神、神机、神经三者，脑神之轴受阻了，它是个轴啊，就叫三耳称天、三耳称地、三耳称阴。阴体是三，是个立体三维，你回去研究。分子生物学它也得认识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轴受伤了，它的窍罗清窍阻塞不通，在闭经肌上形成了上下失应了，上不能统下，下不能迎上，那么啥就阻绝了，堵塞了，发生障碍了，对吧？阴阳不能互相而为用了，所以啊，精气神呢不能互化，这就危险了。这时候就该瞳孔变化了。你不叫瞳孔吗？我为啥说瞳孔呢？你明白？我说瞳神呢，你不明白？瞳孔是个窟窿，什么都没有。中医叫瞳神，那就是灵魂之窗。反映你脑的生命实质，所以它是个神。你说谁是科学？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是发生昏聩，重的就是昏迷。昏聩，呼之能应，答之不确。你问我一，我说三；你问我二，我说五。这叫是个昏聩。神昏就是古代写的不省人事，你招呼我也不知道，你掐我也不知道，你高刀拉我还不知道，没反应。这是我对中风的病因命机，也可能是离经叛道，脱离了金元四家，开始认识了这个问题，提出来做各位同道们参考，也可以做个大批判材料。全不全呢？我认为还不完善，需要今后大家来修订。这个我已经写到我这个因为出版社昨天才把稿子求走了，
我写了一本著作嘛，是吧？刘社长啊，白永波呀，他我本来不想写，他们四人来唱逼宫，没有办法，我答应了，写了，写了二年，因此在留学个大批判材料，是不是？这是关于命机呀、啊，给你来讲，概括起来讲，中风的病机核心就是个气血逆乱，因逆生变，因变生损，有损造成受伤。这是发病的一个关键，发病一个关键呢，我认为是关键，也可能你们认为是不是关键，对不对？这是关于病机的问题吧，和大家交换到这儿。下边了，我就谈抢救。我这篇文章是专门抢救的，这是我的书稿，贡献给大家做参考。也可以大家批判，我的学生还可以离经叛道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下边了谈政治。这个病啊，那么巧讲呢，是个急性发作，但也有缓慢而生的。判断它主要是口舌歪斜，渐渐半身不遂，言语前舌呀，偏身麻木啊，存缓流涎呢、啊，哈欠不止打哈欠。你看那个轻的缺血性中风，他老打哈欠；或者出血轻的呢，病人也老打哈欠，打了打哈欠碎了。我不知道你观察到没？反正我观察就是这些，是不是？我观察这些，首先我感谢我的老友。金银泉，金银泉，我们俩是携手搞起来脑出血。咱我这老弟和我脾气一样倔，我们俩也犟犟，是不是？争论嘛，对不对？他协助我搞起来的。还有我一个学生张孝，657585，跟我携手搞起来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俩。我是永远不会忘掉他俩的。就是我驾好西游，我也是忘不掉的。这种病人的时候，轻的睡觉，你说睡着了吗？他没睡着，是昏沉状态，你招呼他还可答应，因此他洗睡。看看符合临床不良，是吧？但是有个问题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缺血也好，出血也好，9天之内或者更多一点，你用上什么药，它也是加重过程。一定要搞清，你别说我用药了，那个家属说用药了，用药咋不见好啊？怎么的，一天比一天重？我就告诉你，一天比一天重。